盘点豹纹手工三种常见的蜕皮方式，你喜欢哪种？第一种，泡温水后手动缓慢而温柔地帮手工蜕皮。第二种，喂食或者打包过程中发现豹纹手工蒙皮变白，直接上手快速蜕皮。第三种，不管不问，让豹纹手工完全自主蜕皮，并且边蜕皮边吃掉。这三种方式你喜欢哪种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